发现鱼群，有鱼来个双击，来个关注，没有鱼就不用了。哎呀，有点忙。朋友们，这一晚怎么样？你就说这吧，你不行，当不到位，丢丢的包。朋友们看到没有？一只大鱼，一只大鱼，啊、下来！哇，看看能不能打上来啊？啊，罩住了，看到没有？罩住了就跑不了了。看能不能把它拿上来啊？大鲤鱼，哇，是个大鲤鱼，漂亮！啊，边说边抖啊，啊，边说边抖。上货上货，漂亮！没有上鱼。今天老板不在家，我来撒一网。我的电脑直接卡门就送来了，还卡你说门，切记全部卡起，只能和你昨天我说的中文把刀位洗掉。哦对，要来这个太稳定。更多精彩视频记得双击先打个窝。哎呦，这个鱼都躲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看能不能打不到啊。下一口说不定了，让你转了啊，有转网的感觉，有转网的感觉，没有转网的感觉，还有鱼，还有鱼，还有龙虾，哦，我不得了。然后，来，你们给咱各位老铁来个双网齐下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干啥？哎，无处可逃啊！这是，捡彩的。哦哦哦，他那一网没动静哦。哦，双网齐下啊！一个红色，一个白色啊，都是东哥一只啊。哎，哎。丢了吗？有了。哎，跑了跑了跑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哎，在底下。在底下。看到没有？藏的还挺深啊。嗯，藏的还挺深。好了。朋友们啊，大桥，漂亮。我看有没有大货了啊？下雨了，我操！老板来，老板来。下大雨了。有货哟，有感觉吧？好像有鱼动哦，有沉到底，沉到底。刚才不知道是手抖的还是有，哎，有，沉到底，沉到底，应该是有，应该是有。拉，这是水深，到底，来撞了一下，大货是吧？撞了一下，哎，拉，我操，这就帮我拉这地方，有个烂，我拉到这边来，拉到这里来，可以。速度，速度，应该是有啊，有货。绝对是有货，这天气非常的不错。好，哦，漂亮，下底到了吗？漂亮，漂亮，这个地方没白来啊，今天啊。本来就说嘛，屌你，哦，大翘腿，漂亮，哎，注意，够不够？注意，慢点，搞不搞这虾？要不要下去拿？慢点。要
哎，漂亮！哇哇哇！不是吧？哇！太厉害了吧！来，摆个姿势，牛逼！牛逼！漂亮！撞回来，一转就开了，看看能不能逮得到鱼啊！刚才看到有一群鱼在这边，看看能不能逮得到。我们收的时候收慢一点啊，不要收快。哎，有鱼撞网，有鱼撞网，同学们，看它撞了一下网。啊，这个鱼如果说照到鱼了，它这个手绳会给你信号，它撞网，知道吧？慢慢的收啊，收慢一点，边收边抖。有信号了，兄弟们，有信号。哎，有信号，漂亮，看到没有？上货了啊，上货了。哇，这个鱼，这个鱼漂亮，这个鱼漂亮，兄弟们。哇，都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哇，两条两条大鲤鱼，来看清楚。哇，还有一条黑鱼，还有一条黑鱼。哇，这个黑鱼从网眼里面钻出来了，比较小，同学们看到没有？哇，小黑鱼，小黑鱼一条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放了啊。那大鲤鱼，哇，这个鲤鱼够大吧，老铁们？这个鲤鱼得有三四斤了啊，漂亮，好，来来来，拉拉拉拉，别的都不成形了。昨天水还很大，网都下不去，太急了。今天来水既然没有了，来我们日常操作撒一网。你们在哪里买的？有鱼点个赞，没有鱼就不要了。他这里买的。他就搞直播的是吧？是啊，嗯，直播的嘛。我这个网都我去把它买的。这一张网多少钱？没有啊。有。哦，爆网了，爆网了。哇，两条，三条。不错不错。哇，漂亮！哇，这么多吗？小包。小包。哇，漂亮。哎呦，哪里来的？什么东西啊？哦。哇，这什么鱼啊？这什么鱼啊？哎呦，有点像那个炸弹鱼吧？哎呦，还有那个屁！你看牙齿是绿色的，炸弹鱼，这里有两斤了。今天抓的都是执勤货，这边有发现了，这是爸爸趴在这里的，趴在这里。哦，趴在这里，石头还给我带了这么多上来。不要你的石头，我要你的人。呀，你看水抽干，这个小黑雕没地方跑了哈，一下子抽回两只，你这也算雕，后面还有一只，你看，勇敢，一斤，有一斤要100块钱啊，这里好像有两只，哇，一件算雕，两只雕。又是一只小黑雕，哦，又来一只执勤货了，你看，我们的鲨鱼大哥，这条也有一斤多哈，这一斤以上，一斤要150。那里啊，刚才游过去那个，哦，什么东西，绿绿的，啥？哦，哎呦，这个是保护动物吧？哎呦，这个是跟恐龙同时代的。这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我们给它放生，来走，放归大海。希望你放归你之后，你在大海里面生儿育女啊，成家立业。走吧。阿华还有没有鱼货？还有鱼货。哦哟，这玩意儿黑雕。这个是19公，太小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放你们大海里面自由翱翔。还有啊，我又一只黑雕换烂了。黑雕换烂，看一下这到底呀有没有？没有了。这还有一只蚕龙啊。蚕龙。啊。哎呦。哎呀，在这里。哦。跟蛇一样啊。哎呦，搁浅太久了，翘了。这条鱼可惜了，死掉了。我这个是红鳗啊，非常好吃的，嗯。就跟皮带一样，我正好缺一根皮带，就把这个拿回去当我皮带就好了。进去。鱼，来捅捞了。小盲鱼。哇！一斤多。走，阿爸回去了。走。哇，今天这个至少50斤的鱼货，非常 OK。阿爸，看一下今天的鱼货。Thank you.
鲨鱼，指标八爪，包公。哇，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只巨无霸，哈哈，哦，咬一口是要死人了，小心点。还有这个炸弹鱼，哇，从来没有抓过这种鱼，海蛎好多啊。那屠龙刀，那倚天剑，鲨鱼，八爪，青鳗，哇，你看撕咬在一起啊。还有这只龙胆，好多鱼，哇，珍珠斑，三只。哇，这石雕一定要一两百，五条黑雕。走，回去了，把今天这么多鱼拿去卖，至少我估计可以卖个5000块钱，因为这条鳗鱼估计就值2000了。走，这个鱼货重达50多斤啊，本来打算拿去卖的，回来的路上一个粉丝直接4000块钱包干了，那我们给他打包一下，给他发货发出去，奥利给！我这边的话，至少要给他打包5块钱。哇，这条超大蟒蛇，鱼货挤一挤，打包4箱刚刚好啊，盖上盖子，好，准备发车，好，搞定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了，喜欢阿向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点击头像观看。